安平开台天后姜的广场已经架好着木造的招募间，边啊搁有一座大砖头，顶头来挂着红棚，来写着成功启航，穿挂着福尔摩沙，这款的布置代表讲台南伫一月新年内做一大块将要来举行咯。也前过后，市府民政局规划着溪南溪北国办一场新年内活动，溪南长春娱乐安平开台天后姜来主办，今年活动同款依循高丽科技来进行，包含着降温、导热、甲担灯的意涵。今年呢？咱新闻的这个主题吼，就是成功启航啊，穿越福尔摩沙啊，那个迈向国际啊，阿拉嘛计划伫十六月来受咱那个天上圣母一个在新年啊个加持了后，伊个人生会感觉无同款的一个奋斗安尼。出席活动的市长委员表示讲，做十六岁是台南第一位民宿，现在囡仔营养好，真够大。十六岁都已经真大汉了，透过着成人礼来举办，互因还是着为家己的代志来负责。事实上，做十六岁是有相当深的文化传统跟民俗的传统，所以说，我想这个在象征过去在开台的时候，十六岁就已经可以领到成人的工资了，所以对于年长一辈的人哈，还有年轻朋友们都有不同的意义。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好的传统赋予新的时代的诠释，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做十六岁的意义。为了让参加新年礼少年囡仔会当留下的纪念，主办单位阁准备了具有着意义的纪念品，而且阁请来着四位囡仔来走秀做展示，除了手帽啊、排汗衫、背包、甲文昌笔、印感之外，阁有平安码的限量一卡通。所以阮注意讲的，若出门吼，就甲妈祖出门，请妈祖做位出门吼，就妈祖来扶持啊，反正出主啦，妈祖来扶持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那个交波金，这个交波金的图档，这个交波金的图档等于讲我来加一点五正会十六岁啊。在做十六岁新年礼，溪南场在八月二十号在安平开台天后宫要举行，当天安排着包括历史的沉浸式的体验，甲坐着船来游着安平港，了解着安平的历史文化一系列活动，希望为做十六岁长大人的囡仔留下着纪念甲回忆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。